的状况。你要吗？财神可以色色贴纸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在圆山花博，今天我要拿 Game Boy 相机来 Apple 拍照。Fancy Frontier 开拓动漫机 FF39， 我上次来 FF 应该已经是一年之前试了，今年这个人超多的。然后介绍一下我今天要用的相机，这个 Gimbal 的 Pocket Camera， 它其实就是一个类似卡带的东西，然后只要装在 Gimbal 系列的主机上面就可以拍照了。它其实也不是什么新出的东西，只是小的时候应该是偏买不起。然后它拍出来的照片很有趣，完全就是那种 Gimbal 游戏 2bit 风格。感谢奇姆大大今天的提供，对，它有很多台，这是 GBA 的 GBA。好，那我们就去拍照吧。遇到司仪啦，好久不见！你今天这什么角色？我是那个 VTuber 的兔田佩克拉 Pico。哇，完蛋了！我不知道，我感到很抱歉。我已经完全没有涉猎 VTuber 领域这样子。可以拿一张名片吗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应该要放水水。不要，什么东西？因为我另外一面是放男神，我想说应该要放水水。哦，可以啦，这面有水水了，大家追哦。那这个一个卡带它只可以拍几张照片？它其实可以拍30张，还蛮多的。那拍完怎么办？那拍完的话，通常的话它其实有配合一个专用的列表机啊，然后要把里面的照片列出来。但你列出来之后，就是要把里面的东西就删掉，才可以继续拍其他照片。那它没有数位储存的方式吗？现在其实有蛮多方式可以把它储存出来，但它其实原生它就可以搭配，像是比如说超任或是 GameCube。有一些转接方式可以把它转接出来，然后另外就是当然就是它原本那个列表功能，那现在还多了很多有的没的 printer 功能，但现在解释起来是有点麻烦。之后可以再做另外一集，对，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大家详细解释。对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留言，我们之后就真的拍如何把 Game Boy 这张相机的照片拿出来这样。这边有一个微拍也是谁，我过去看一下。好，我现在遇到了哉哉。对，刚刚有帮他拍照。那请问你今天出的这是什么角色？今天是来看音乐季的。所以这不是任何角色，对不对？不是任何，我是自己而已。我代表我自己，可能是啤酒的那个制度吧，这样子。今天那个感谢干爹没有了。可乐娜的 cosplay 没有，可乐娜没有赞助这样子。好，那请问你有 IG 吗？可以让大家追一下。我的 IG 是 itsdevil722。好，大家追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推特18岁才能追。哦，是这样子是吗？对。好，大家自己去探索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请问怎么称呼你呢？我叫吉静。请问你今天 cos 这是什么角色？哦，没有 cos， 就是一般的泰国制服这样子。泰国高中生这样子，为什么要 cos 泰国高中生？有什么？就蛮好看的，你觉得吗？看制服很好看。是我失礼了。对。好，那请问你有那个 Instagram 可以发吗？有 C H I C H I N C 影院。可以。其实你不用念那个字，你直接。没有人会念这个的样子。对不起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谢谢。你要解释一下，其实我觉得这样拍起来的效果是好的，因为比较好笑这样。那请问你有 Instagram 可以 follow 吗？好， CHICHIN-0322。好，大家追起来哦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请问怎么称呼呢？香香你好，那请问你今天 cos 这是什么角色？自创的，就是某个女仆就对了。对，算了。我今天 cos 香香。对，我代表我自己。请问要怎么称呼呢？是丁丁。丁丁你好，那请问你今天出的这是什么角色？我今天出的是国家队的02。好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准备一下。怎么称呼呢？可以叫我陈燕。好，陈燕你好。那请问你今天出的这是什么角色？我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喵喵女。
哦，没有，哦，所以是自己的一个角色，就对。对，我戴阿黑眼口罩。对，我觉得你的口罩很棒。我想要那个购买。我也想要这个。如果有干爹，干爹，请干爹抖内，请干爹抖内。对，那顺便你的那个 Instagram 是什么？我可以放一下。Instagram 是 BOSSSS.23。好，大家知道了，都在那里了，去找吧。大家请要买给我的话，就私信我吧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谢谢。跟 Street Boys 撞在同一天，所以现在这边现在有一些都乐团表演这样子，他们今天在这边结束，明天再继续。现在是第二天，现在目前现场也是处于一个超多人的状态。然后我们昨天回去有看了一下昨天拍的照片，发现一些东西可以改善。第一个就是那个它在光线对比较强，还有或是黑色背景的时候拍出来的效果就不好，所以我们今天会尽量避免这个。另外一个就是它没办法拿太远拍照，所以其实近一点那种自拍的相片其实是比较好的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会问问看能不能请他们拿那个相机用自拍的方式，那可能会拿到比较好的照片，大概这样子哦。请问怎么称呼呢？我叫芒果酱。你好，你好。那请问今天出的这是什么角色？我今天出的角色是我自己，我是猫女厨。我今天出的就是我自己。对，我刚刚看到他这个耳环是蛮帅的，就是这边是猫系吗？对，哎、欸，对，是猫系。然后这边是少女。对，蛮酷的，蛮酷的。那请问你有那个 IG 吗？有，我的 IG 是 SS3030888。好，大家三个八，接下来底线2.0。哎、欸，还没讲完就对了。对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会帮你上字幕的。好，就这样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到下一位台上朋友，请问你要怎么称呼呢？哦，我是默然。你好，你好。那请问你今天出的这是什么角色？今天出的是帝都海梦。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是变装娃娃，对不对？对。哦、我有看了第一集，但还没继续看，之后再补上。要看完。好，我因为很多人推我，所以我应该是会看一下这样。那请问你有 IG 吗？Facebook 粉专是吗？对。你怎么找到你？追起来哦！谢谢谢谢。你们要怎么称呼呢？叫绝绝。绝绝，你好你好。那请问你今天出的这是什么角色？出的是 VTuber 的长按游。哦，我没有涉猎 VTuber 的，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一个这样子，对，蛮好看的。优子吗？很多人在拍他，在旁边记录一下。好，那我现在遇到七濑优子。对，嗨。好，你这个名字的日文怎么讲 ？Nana say you for this。好像有点难，这样子。简单的优子是什么 ？Yuko。Yuko， 这其实可以叫 Yuko。对，但是比较多人，现在比较多人叫我七濑。七濑，那七濑你在讲？我就有看了那个从零开始的异世界，对，但他不见了。对，但我比较喜欢的其实是女主角，而不是那个。没有，雷姆才是女主角，搞清楚，搞清楚。站起来是。对。你有 Instagram 吗？都大家都。有啊 ，NANASEYUUKO。为什么你想以自己的账号？1124。啊，大家对起来。然后他也有那个 YouTube 频道，对，我会 add 他。要订阅，然后要开启小铃铛，记得订阅丹尼尔的频道。耶！1、2、3，他拍出来的就是一个这种粗地的。哦，哇！我可以请你自拍一张吗？用。
请问要怎么称呼呢？我叫 Jackson。Jackson。呀。好呀，那今天 cos 是什么角色？我今天 cos 的是魏无羡。魏无羡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但我其实不知道是什么角色，不好意思。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动漫。哦，是中国的。对。哦，好帅哦。好。请问你有 IG 可以追踪吗？知道。有。哎，真的。我刚刚有拍过他们。哦，我刚才有看到。哦，对哦，其实他们是认识的，这样对不对？好。哎，怎么知道 IG 有吗？有，我的 IG 的名字叫做 Turner Jackson Liu。好，大家追起来哦。请问怎么称呼呢？我叫喵喵。喵喵你好，那请问你今天出的是什么角色？我感到非常的抱歉，那蛮好看的。对对，你怎么好像每个角色都不认识？知道，就是最近太忙，我没什么时间看那个动画。就是现在蛮多人推我看那个啦，那个叫什么《变装娃娃》跟《Spy Family》，这个我都只看了第一季。对，其实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几乎没有在看动画。对啊，但没什么时间看动画。巨人啦，但我今天几乎也没看到什么巨人。已经过气。没啊，没有，巨人还是很好看，好吧？我很期待最后一集这样。那我就有看完。其他就对，大家如果什么动画可以推荐一下，我有时间再补上这样，不然真的太多不知道了。好，对，我感到非常抱歉，各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找到下一位刚刚拍照的超帅的这个。那请问你今天这个是什么角色呢？来自深渊的李明珠。对，帅。这个我就有看了，来自深渊。我反正最近刚出第二季，对不对？好像是，对，我看完第一季，第二季好，我这次回去马上开始追这样子。帅，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身份。最后又遇到丁丁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是另外一个装扮这样子。马修。对，但不好意思，我有孩子，不好意思，我讲。没关系。我感到非常的抱歉这样子。好，但我们今天有新的那个，可以那个，我想替你自拍一下。Okay. 对。好，自拍中的丁丁。按哪个键啊？按 A 有吗？你再按一下。对，你可以多拍个几张，没关系。等一下，什么？你到处都是你朋友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到处都是你的朋友？请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样？他好认识，然后你又找到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遇到一个 YouTuber，、啊、我隔了好几年，我终于见到他了。说当年的公园吗？对。这个这是什么角色？FGO 的那个九村。对，九村我就知道，但其实我没有 FGO 那么高。对，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。跟鸟鱼讲话没问题。好，我们现在找到下一位朋友，刚拍完照，那请问怎么称呼你呢？我叫露比。嗨，露比好。那今天你今天出了这个什么角色呢？我是自创角。就是 JK 是吗？对。可以看一下这样子。对。不过全身就是自己分开打。今天又遇到哉哉，然后今天跟他自拍一下。对。但今天这个也不算不是角色，就是有出一个，就是因为昨天一直被拍，然后想说我就来给人家拍吧，然后所以我就穿死裤水来。算了、啊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那请问怎么称呼呢？我叫戏子。戏子你好，那请问今天出的这是什么角色？他是动物方程式的朱棣。对，这个是我知道的角色。
色的，太好了，这个都放电视的数字，对吧？耶、yeah, ，我们又遇到司仪了。跟 J2， 你今天出的什么角色啊？我出那个 Angel Beats， 天使的心跳。Oh, Angel Beats 我终于知道，但是我还是没有看，我感到非常抱歉。知道。那我这个角色是很久之前。这个我貌似应该是有看过啦，就是 Angel Beats 就对。是一个复古的感觉。对，当然就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对至少我听过作品名称。听过可以。可以，那我们今天还是一样，再麻烦你帮我。我们今天用字拍了一下，你是按 A 吗？对对对对，按 A。我要去。等一下，不是在录影，录影对不对？录影对。欢迎大家看这一部，还不错。对。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，感谢今天让我拍到的各位 cosplayer，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不会相机的照片。那对，之后有机会的话，应该可以再拿这个再拍点东西啊。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啦，拜拜。我按哪一颗嘞？这个的话就是按 A， 这个是 A。啊，它拍出来就是这样吗？大家都觉得很有趣，这样就是，然后再来是那个。啊，这个太酷了！我喜欢，我喜欢到不行哎！直接拿走。很好笑，你照片会传给你的。这也太酷了吧！我想要，我可以拍吗？我可以翻拍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。